菇烧豆腐果的做法步骤。一、香菇和杏鲍菇划十字，也可以切小块，随意扒。花生仁提前泡两个小时，香菇、杏鲍菇、花生、毛豆啄碎，豆腐果对切，啄水。二、炒锅热油，下入葱姜蒜、红尖椒爆香，下入各材料翻炒。三、加入调料翻炒，最后加盐淋香油。